喝一首吧。全军出击。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肉？来把鳄鱼，滑板鳄鱼。猩红收割者，我们过来，直接学个E，平美E过来，平美，直接给他打没血。居然是吸血鬼。学个打吧呢，黑肉都是好肉。一过来 W 住 A 接一走，吃个药。这，哎呀 ，A 不着，三秒，两秒，啊！还奶奶的玩个开人也二级抓人，哎。W 啊，笨蛋啊！我还回头晕他一下，我有精神病啊！我要红怒晕还行，我就晕他0.75秒，我有啥用啊？咱先不说回头那一下他能不能 A 到，这也没用啊，那0.75秒的晕怎么还能让我回头晕他呢？A 接红怒钩，哎，这吸血鬼不好杀了，干克了我一波，挺烦人。不好杀了吸血鬼，让他吸小兵吧，挂扣一下。黑蛤蟆溜红路扣一走，哎呦我这下吸着我了。收一下，
来个小魔抗。不用你狂啊，吸血鬼！晕完我就走，谢谢。怎么的？这啥意思呢？哇！喊你有闪现吗？你有皮孩吗？啥也没有，这波杀完他就有点好杀了，要不然这吸血鬼的英雄不好杀，老有血池。来截住他，闪现他也交了 ，A 接 W 流点炎 ，A E 抽一下平 A， 穿死，等一会儿啊，哟呼，往哪走？这肯定不能给这蓝枪。给他排了，他现在没有视野。哎，小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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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一个小兵的啊，闪现打板溜平 A 接个勾 A A E， 那大招往哪甩呢？为什么要大地板？慌了呀，这给他活路，那吸血鬼能给他活路吗？这英雄给他活路，我们可玩不了了。他搁草丛里边呢啊！现在凯隐来，我们打不了两个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。截着他，哎，不让他玩。恭喜改名紫薇。吸石头人儿，那能行吗？这能是你拿的东西吗，小伙子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
他六级，我们九级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一个兵他也吃不着。来波虾仁诛心。这种不用蓝的英雄就是比较好，他不用回家。我再把石头营给他打了。压吧，先出个可血战斧，先来个影魔刀，出个西地海。西地海可不行，西地海，西地海很明显这把是不行的。先来个考菲尔德战锤，我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鳄鱼了。给我杀了。这马尔扎哈就跟看不见人似的。你直接大他呀。你直接给我大他。刚才是卡 bug 了吗？为什么我半管路我放的不是红度 W 啊？刚才卡 bug 了吧？我刚才放的不是红度，红度 W， 但是我红度没了。这应该是一个 bug。二段E把红度用掉了，没有啊，刚才吸血鬼也挺害怕呀。拆塔吧，既然他这么害怕。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。美丽西是凭什么出来的跟我打啊？等一会儿啊，再追他们要死。一上来把波扭住，平 A 和解战斧先收，平 A 平 A 平 A 走位 A 接扣红牛打法牛，哎呦！
凯旋没回上来，谢手，我先来个死刑宣告。影魔刀振奋死刑，可以切啊，不对，这是小反甲，小反甲是不是也行，去打峡谷先锋啊，来给我打红 A 一，我的妈呀，你们杀我，我可血战斧接红路扣，我把光头杀了，我头发给你揪了，光头上找我打，给我晕，这蓝枪怎么姗姗来迟呢？扣你！这蓝枪怎么才来呢？我狂妄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膨胀了，出点什么呢？嗯，出黑切吧，有点脆，出震撼。先来个振奋，蟹手不能出了，不让出了，出影魔刀不让出蟹手，把小龙打了，打龙，对面应该不能来了，光头怎么个事儿呢，给我红路晕，跑的还挺快，我们走，黑街坑往哪走，我们走，走哪去，晕，漂亮，一过来破盾，哎，一上来科血战斧街坑，疼是疼了点，不过这只是魔法伤害，这卡莎这英雄现在我感觉啊，
应该要被削了。他上场率太高了，而且他太强了，这英雄现在，他无论出什么装备，我觉得都有点猛。T 一、T 零。打人太痛了，还不好死，不容易死。哎呀，你怎么的呢？干一架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得干一架？来，今天谁也别怂啊！叫人是吧？两个人，三个人，算了，三个人，还四个人。他的 AP 呀！我不是怂，他们家人太多了，他三个人泰坦，还有那个凯隐，加上吸血鬼那三个人无所谓，你知道吧？他又给我叫出来一个。他给我整个卡莎出来，那能行吗？咱们是一打三也就算了。那 AD 伤害怎么没打着我？净扯淡！出个什么呢？我觉得死刑宣告不好用，我给他换了，我给他换个小反甲。没有护甲，现在这可血战斧感觉回不了多少血了，你怎么干啥呢？光头哎呦我科学战斧剑抠一上来装的一打不溜往我脸上飞，那哪个人胳膊死了啊，大大龙